这个1194。好，打开第一页，我们来看一看一下。先画软组织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画的时候呢，我们是这样的，先从我们的额部开始画，是不是？能看清吗？从额部画，一直画到这个鼻子，然后画到上唇。好了，画到上唇的之后呢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样的一句话，看到了吗？那你现在呢，先把你的作业上画，然后再画你那个斑块灯上。看到你那个作业下边是否给你留了一个练习的位置啊？那你现在用铅笔画一遍，按照那个引导先画一遍，画完一遍之后，然后再开画那个 X 光片上面的。Thank you.